我的照片，在这里。这个是日本现在很流行的闪光相机，叫做 Ultralens， 蛮便宜的，很红哦。我买到了，这个就是 Ultralens， 然后它是我买的，这个是39张。然后它这个就是刚刚大家有发现，我在洗照片的时候是整台相机一起给他，相机就不会还我了，所以它是不能换底片的。然后所以它一次大概是700元到900元都有。就不评价贵不贵了。然后洗照片叫做 Genzo， 那底片呢叫做 Film， 所以底片相机叫做 Film Camera。那刚刚我在就是付钱的时候有问他说这个是后付吗？后付的话叫做 Adobalai， 那先付叫做 Sakibalai， 就是这个蛮常会用的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那我们就是30天的挑战，明天见。30天挑战是一个就是我跟30天跟我一起学日文，每天晚上9点我都会上传一支日文影片的一个挑战，那欢迎大家随时都可以加入。那你今天学了什么日文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哦。那就这样，我是 Tiffany， 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